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。今天要继续介绍手游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的炼狱岛搭配车辆吃鸡的攻略。我相信非常多玩家呢，你在玩炼狱岛的时候发现地图很大，然后移动中常常会被敌人击杀。这一期的话呢，我就分享如何使用车辆去搭配，然后可以击杀敌人，也可以让你安全的送你到决胜区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现在飞进场，你可以看到地图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常在移动中啊，会遇到很多敌人交战而死掉。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区域防守的部分，到最后吃鸡。这一次呢，就是搭配车辆，所以一开始的部分，我刚好在飞机是飞到之前那个极速模式这个岛这边，就是有一个很高的山顶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就会先跳这边。像这张地图呢，还是英文啊，所以说我这边就不特别讲说它这个名字叫什么了，因为它这个名字其实是有点像国外的一些地名去用的。原本这个地方在极速模式的时候，上面应该会有台吉普车啊，可是现在在炼狱岛部分，我看是没有，就是没有这台车。原本会有台吉普在上面嘛，现在是没有看到，我跳蛮多次都没有。好像有看到先遇到第一个敌人了，好，赶快先捡武器。那敌人选择去拿香菇，他可能没看到我吧。好，我原本想说空手打他，想说算了，好，拿武器。好，先击杀第一个敌人，因为他没有拿武器啊，所以他出现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。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一降落，第一个是先拿武器，因为像香菇之类的，你可以等之后装备齐全后再慢慢去吃。因为一降落的时候遇到敌人，如果敌人有武器的状况下，基本上如果你跑不掉，就是会死掉。好，现在先收下面这间屋子。刚开始的部分啊，这个地方好像听到脚，好像有听到脚步声。对，要小心走。刚开始这边没有，就是不需要使用车辆，就先不用，等第一圈出来再说。看安全区在哪里？如果安全区在这一区的话，我就可以慢慢走。好，听他脚步声，他没有发现，他还打其他敌人。好，他没有发现我，他追其他敌人。好，这里的话用散弹枪击杀这个敌人。只要在房子里面的话呢，你的枪支种类可以选择散弹枪或者是冲锋枪，这两个系列都还蛮不错的，都适合在近战的时候使用。OK， 像有时候你听脚步声的时候呢，有听到声音就可以马上判定敌人可能要靠近了，就准备要开枪了。好，这里的话先拿到一些装备了。你开始来讲，然后现在这样装备是 OK 的，然后 SCAR 跟散弹枪，我今天搭的话就是比较算是平民枪种啦。因为大家知道的，就最常遇到的枪种就 SCAR 嘛，然后散弹枪这些枪都是你平常可以练习的，它也是随处可得。好，现在先确认没有敌人的话，我就可以先走了。这边的话，我选择损一点血没关系啊，就是先找，反正我现在有补包，然后有时候会求快。那我记得这边有香菇，好，先吃香菇。好，这一样是我玩了这一场以后呢，另外配音的、分解。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样怎么打的。然后我刚刚在罗波敦是因为吃香菇的时候，有时候有些敌人会趁你吃香菇的时候爆头，会瞄准你的头，所以你在吃香菇补包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罗波敦防止敌人爆头。如果敌人开枪的话，顶多让你损点血，也不会说一发就击杀你。好，这还有一个香菇。像我刚刚讲，你当你装备有一些装备以后，你再捡香菇，相对你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继续捡装备。然后我现在在安全区里面，所以等一下如果安全区缩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移动。这边的话，我会稍微快转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捡了些装备，然后把 SCAR 换成 AK 了。目前是击杀三个敌人。我用这个旋转试点是看后面有没有敌人啊，这是我自己的方式。好，先进屋子里面。像飞机场这边的话，就会有车辆。如果说要缩圈要移动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比较好逃跑，因为这有车辆，所以可以到机场这边来。这个区块，好，这边收的差不多了，我就选择要开这台吉普车走。等一下用这台车来代步，不然这个地图太大了。用走路的话，其实比较容易死掉啊，因为我常常发现，就是在走路过程中遇到其他敌人的交，比如说一次要两个敌人好了，你今天躲开左边的攻击，右边的攻击又来了，然后车子至少可以让你快速离开一个区域。只要你车子没有没有被贯穿，然后打到自己的状况下的话，其实跑掉了，不然就车被打坏之前赶快跑。
好，这里的话呢，我会用车子辅助去捡一些物品，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。然后左上角那个眼睛，就是说你今天击杀了敌人，他如果要留下来观看你去观看你玩的话呢，就会在左上角会有个眼睛。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然后有时候眼睛，如果说你看我今天击杀，比如说我击杀三个人，然后有六个人在看，那有可能是上一个敌人他击杀的观众还在看他，原本在看他，然后后来又叠加到你身上来，所以他的这个数字会往上加，是因为观众叠加的关系。好，这边开始啊，我们要开始开车了。开车我觉得在炼狱岛最大的好处就是，车子其实可以算是一个盾牌，它可以先帮你挡第一波的子弹，然后当然有一些敌人可能开枪很准，你可能在车上会被打死，这是有一定的状况。不过大致上来讲，你开车遇到敌人在附近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知道撞他，你只是要经过，你就离他远一点，照他射程外的话，他会射得比较不准一点，那你的车可能就跑得掉。好，这边一样先收，只要有车子的话，其实移动上我觉得蛮方便的。只是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啊，你今天如果开车子就要有被发现的状况，因为车子在地图中会显示那个方位嘛，就是会有，就像你们平常看到车子开过来，左上角的地图会显示说，哎，附近有人在开车，所以如果有时候有敌人要抓你的话呢，你是比较容易被抓的。所以开车的话，我自己都会找偏僻一点的房子，像这样的房子去收集东西。然后进房之前的时候，我都会稍微听一下有没有脚步声，因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，你靠近，通常敌人会想要偷看你在哪里，所以就会发出脚步声，所以晚一点进房子比较安全。好，我现在收完房子了，因为这一集的话是要分享怎么存活到最后啊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开车的状况下，你尽量走偏僻一点的道路，比较不会有敌人，因为敌人通常都会在有资源的地方，就是屋子啊，或者是有一些补给品，包括空投之类的。如果你今天怕死掉，你就不要靠近那些区域。拿到一些资源以后，你先撑到最后剩下十个玩家好了，再去努力的去击杀他们，这样你可以至少你在前十名，对。然后等后面的话，你再努力到第五名，最后前三名，在第一名就不远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侦察机，但我知道有个敌人在附近，所以我现在先下车，我要找出他。看坐标在这木屋这边吧，所以就要开始找他在哪里，就停下来。因为有些敌人会归在房子里，很多非常多敌人会归着。我看到他了，在这边有个头，好击杀。因为像这种大地图啊，很多玩家会选择伏击术跟区域防守，就是说他只会归在一个区域，等到最后圈缩到不是他这个地方是安全圈，他才会走。所以你们如果说今天到个区域有看到侦察机，不一定要把侦察机打坏，就是先找出坐标以后，再去慢慢的去用眼睛去看。或者是你有瞄准镜就去瞄瞄看看附近有没有人，通常如果准心对到有敌人的话，它会变红色的，那你就可以确定那是敌人。然后也有可能说你今天对到是车辆，车辆会变红色啦，就是你准心会变红的。好，这边目前看到没有敌人了，所以我决定选择开车继续找寻敌人中。好，现在我的地图这边有侦察机，所以我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人，可以靠近侦察机一点。好，看到上面有人，这上面的人我就不抓了啦，因为太麻烦了，在高处啊。高处的话，我要开上去，有两个风险，一个风险是我开过去人可能就走掉了，一个风险是我开上去的过程中可能就被发现。所以太远的敌人或是高破敌人，你也可以不用抓啦，就是找别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是没有看到敌人。像开车子撞敌人其实也是不错的方法，然后再下车拼枪也是一个方式啊。像我之前其他攻略有拍，如果你们想看铁砂流的话，都有拍。好，这边的部分比较空旷一点，所以我可以先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像你开车的状况，你要看视野好，你就要找这种空旷的地方，比较好找敌人，比较好撞敌人。这边我选择换蓝卡，蓝色卡车，因为蓝卡的车速比吉普车快。如果你今天是要爬坡的话，你可以选吉普车；要走海路的话呢，水路的话走就是拿白色那台水路两用车。然后蓝卡的话适合平地跟一点点的丘陵是 OK 的，它的车速会维持在130以上的公里数，是蛮好用的。好，它的车速现在你可以看到，这样还129 130，好像有个敌人。好，接下来只要敌人没有切散弹枪的状况下，你下车用散弹枪拼枪的几率胜率蛮高的啊，推荐给大家。
甚至比 MP40 高，因为 MP40 的话，如果你这么近的距离，你可能要做爆头，不然敌人可能跟你拼枪的过程中，你也可能会死掉。所以散弹枪在下车后拼枪是非常有优势的，也推荐给大家使用看看。又一个敌人，又一个敌人在下面。好，他这个距离有点远，然后我只有两倍镜。好，瞄不到他了，这时候这个方法了，瞄不到他。好，我们开车去追他 ，Go。有车子的优势就是呢，敌人要逃跑的话，你还可以开车去追他。他现在应该在做补血，因为我刚好打到他，好下来了。好，是我刚刚讲的下车拼枪，如果对方拿的不是散弹枪的话呢，你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战胜啊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可是对方如果拿散弹枪的话，你在下车一瞬间，他先是闪你的话，有可能就死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。现在已经剩下五个敌人了，存活六，五个敌人。好，这有空投，先看下空投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防弹衣。MP40 好，继续走。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存活到最后的话呢，我的推荐方式就是你开的车尽量避开人群，一直撑到最后十个敌人的时候呢，你再努力击杀这个敌人。OK， 他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拿散弹枪的。哇，有个敌人。好，有散弹枪的话，通常拼枪比较危险一点。刚刚他打偏了，所以我就往左侧打他。OK， 击杀。像车子呢，到最后还有一个当你的盾牌，他帮我挡了蛮多子弹的。因为除了这棵树以外，在车子他可以帮我挡一些子弹，横面的子弹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车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手啊。在炼狱岛，我真的会推荐大家可以搭车辆。只是车辆的最大风险就刚刚讲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来了，所以呢，它就不像游击战一样，你就是慢慢默默的暗杀。它就是，哎，各位，我来了，我来这个地方了。所以一个区域啊，到决胜的时候。你一开车，非常多敌人会发现。它优势就是刚刚可以让看到，就是说你可以撞敌人，你也可以下车直接做击杀。所以要需要练习，需要一些运气啊。好，这一部分呢，我搭配的是消音器，因为其实我推荐消音器比补偿器好，是因为补偿器增加枪支的射击攻击力，消音器的部分呢不会增加枪支攻击力，不过也不会降低枪支攻击力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让你开枪的时候在地图中不会显示坐标，所以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。可是敌人还是可以透过攻击损伤会有显示那个嘛，损伤方向那个会发现你在大概在哪里，可是它坐标上是看不到的。所以我常会在决胜的时候拿消音器，因为消音器如果你今天有的话，你要暗杀很多敌人是没问题的，比较不会被发现。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消音器的状况下，你一开枪大家都知道你在哪了，那你就不能够一次击杀很多敌人。或许你技术很好 ，OK 啊，那只是说消音器就是可以让你暗杀敌人，又不会被发现。好，这人在交战，现在我剩下三个敌人，上面这个方向在交战，可是我现在呢不要上去，因为这边树很多，我没有必要跑那么远，跑去那个没有树的地方。有个敌人，哦，他被击杀掉了。我原本是想要做爆头啊，就是他打输了啊，看到一个敌人在石头后。他躲起来了，好，等他一下。刚刚上面一个应该是他击杀了，他也死掉了，是他被击杀掉了。好，石头这个被击杀掉了，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敌人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往往会最后一个敌人的时候，你会很紧张，你会觉得啊，完蛋了，敌人在哪里，找不到。其实这时候你就冷静下来，然后注意看附近有没有在移动的人。只要你还在安全区里面的话，你就可以慢慢去看他在哪里，等他出来。然后一定要小心，一直移动，不要让他瞄到你的头。如果说他在附近的话，好，现在可以确认一下有没有人。我推估应该在前面啊，因为刚刚石头又被击杀嘛。那方向来讲，应该在前面那个工厂那边比较可能会有躲人，所以我就一直在看这里。哦，看到他了，我刚刚准确变红色，表示我瞄到他。出现，他在捡包。好，击杀，司机。OK， 这个方式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搭配使用，开的车子也是可以到最后决胜的。好，这个攻略的部分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不知道炼狱岛要怎么这么大的地图容易死掉，你可以搭配车辆。可到决胜的时候，我建议说你还是可以下车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因为决胜的时候，你一开车进来，可能全部人都会包围你一个，你就死掉了。所以在决胜可能像四五个人或圈很小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平地，那你就赶快下车。
用走的，走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然后慢慢看敌人，然后一个个杀掉，这就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式。好，今天的攻略情报呢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攻略的话呢，在这影片下方都有连结，可以直接点进来看。好，今天影片呢就先介绍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一个喜欢，可以持续订阅我，后面会继续介绍 Free Fire 攻略的情报，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咯，拜拜。